说到爬走，就不得不提鲁班锁。玩过很多魔镜，从他们身上多少都能看到一些鲁班锁的影子。鲁班锁种类很多，难度各不相等。像这个鲁班球，打散之后就一直处于熵增状态。其实他们都不是今天的主角，今天我要玩的是由美国知名设计师 24K 纯金打造的一款限量版鲁班锁，全系只有这一个。不吹了，再吹我自己就相信了。今天我要讲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是鲁班锁入门级别的，难度远不及这个十八罗汉。简单的六片组成，一拆难合，毕竟宇宙间的所有力量都想要把它打散。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，再把这一块取下来，剩下的就不攻自破了。第一次玩的话，应该先它还是比较松散的，这六根完全锁上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牢固的结构。现在我已经组装完毕了，它的难度是鲁班锁里面入门级别的，如果想看更高难度的话可以点击关注，后面我会讲这个十八罗汉。